韩总，嗯，你说咱俩天天一起上班，这同事能不能发现咱俩住一起了呀？那一起上班就猜咱俩住一块儿啊？不是，你主要是咱俩天天的，那是谁能察觉不了啥呀？不是，那咱俩确实住一块儿啊，那他们就知道了，能咋的？你吃亏呀、啊。不是，那我单身呢，那是他们要传上去都耽误我桃花啊。你还想让他桃花？哎啊，你聊咱组长啊，最近跟人男同事同居不？这公司传开的这事儿。啊，这是能有这事儿吗？哎，真事儿了，公司传的咬哪都是。哎，找那男的谁不？这我咋知道呢？啊，那男的是我。你啊，哎，咱俩关系好才告你的啊、哦，别跟别人说。哎哎，你来一下我办公室。啊，行好。啊，帮我选一下哪套好看呀？不是大哥，我这外面还有工作呢，你让我来办公室就干这事儿啊？我先服了我。哎，你别走嘛，你坐坐坐。啊，你帮我选一下，你眼光好。组长，这玩意儿 你自己挑就得了呗，就你穿的东西。那我穿回家不还是给你看吗？哎，你帮我看看。啊，行，那我帮你选一下子啊。嗯，韩总呢？小华，你俩给我卡个位置呢？啊，那啥，韩总让我给他收拾收拾桌子啥的。啊，你咋的？有孩子找韩总有事啊？哎，也没啥事儿，你就合计问问他晚上给我做点啥好吃的。啊，不，这么幸福吗？宇哥，就是这么幸福。跟你讲，哥的幸福你想象不到啊，老弟。这能多幸福啊，哥？就这么跟你说吧。有一次我回家啊，我回家没找到他人，我就合计他跟我玩躲猫猫的。啊，玩躲猫猫的是不？直接藏衣柜里边，咱们搁外边找啊。我找了就说爱飞，爱飞，一顿猛找也。爱飞，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咋不知道？啊，给你做饭，还躲猫猫。啊，我私底下这么会玩啊，爱飞。不是组长，就是现在公司传你跟一个男同事同居，然后我吧，我就乐意耍水纯事，我好好的，但以后我不会再犯了，组长，我都知道错的，然后我现在给你辟谣去。哎，回来回来，谣言啊，都这么邪吗？工作都做完了呀，在这天天传领导谣言，但好像也不是谣言吧，小花？嗯，这么乐意传谣，这玩意工作都不行。昨天晚上睡觉打呼噜，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呀？这样，今天你的工作你去做，我让休息吧。不是，哎。